美综合报道，隋唐卓带住儿子 MX 女儿 Lucy 参加尾牙聚会，开心代收郑元畅、李成斌送的红包。不过这对兄妹非但不拿人手短，被男神所吻还嫌恶转头，让隋唐急忙喊失礼了。隋唐帮儿女代收红包终于坏，他把小时候常听名言搬出来用，笑喊孩子们妈妈会帮你们把红包收好的。他也晒照后谢郑元畅和李成斌破费，不过兄妹俩似乎对红包无感。 Max 憋住嘴心不甘情不愿的拿住红包，而 LUCY 看到金主郑元畅所吻更是转头狂躲。隋唐无奈说到底要闪去多远，非常不赏脸的小妞，帅哥家红包也无法收买，踢到叠板的郑元畅毫不气馁，只说没关系，叔叔回去练练，明年再战。隋唐左帮儿女代收红包，摆设子隋唐脸书，隋唐又徒又终于使出从小听到大名言，妈妈会帮你们把红包收好的。合成图，摆设子隋唐脸书，隋唐这图组的二个萌娃收到红包不赏脸，摆设子隋唐脸书。